今天，胶东国际机场正式和大家见面了。 胶东机场它是一个4F级的机场，它拥有更多的跑道、更大的候机楼、更多的廊桥。第一方面呢，它的旅客体验要提升了很多；另一方面呢，它的起降容量非常大。这种特点呢，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山东省青岛市的发展。同时呢，它又是一条非常有智慧、非常先进的机场，因为它的所有的跑道啊都有这种 HJS 降低标准的起飞和落地程序，这使得我们在很低的能见度的条件下，仍能完成正常起降。